周年庆，我们先暂停好了。遵命，愿尽绵薄之力。啊，成了。遵命。另外一队呢？遵命。如您所愿。来，这类型的玩法、哦，可以说是怎么讲，非常的。我去看了一下，现在这类型的玩法非常的少诶，就只有这款游戏而已，新手就很少。我想说来玩一下比较少人玩的玩法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我最近会跟你们讲一下。啊，不然我们今天来抽取 S5 名将看看好了，来开始。超真，真的。鸡怎么上路啊？我们一起抽这个，一起抽这个啦，要不要？对啊。然后很像全新的赛季又出炉了吧？那因为这个时候它比较简单一点，就这样你就可以下线了，基本上就是。基本上就是蛮浓的了，我们一起先一只好了，我也怕我乱掉。很好玩的哟。然后我最近想要再讲一下那个，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他不要出那个什么城市的外观呢、啊？对啊，